完蛋了，我好怕上体育课。啊、当然怕啦，看你小胳膊小腿的，轻轻一推就倒了。啊、痛啊！你是医生啊？对，你这不走都不会，还偷手偷脚了。谁说的？看我给你走一个。豆豆，来，我们去请佳佳手术。好，看好了。老师来了，老师好，老师好，好重啊！哎，佳佳，趴在地上干嘛呢？上课时间就是调皮。老师，我站那，全体同学请注意，站好排队，向右看。王佳佳，向右看齐。对呀，老师是向右啊。行行行，你说对就对。妹妹，佳佳今天是吃错药了吧？左右不分，笑死人了，猪队友。向前看，现在开始报数，一二三。佳佳，菲菲今天生病没有来。哎呀，王佳佳，你是最后一个，应该说到。老师啊，菲菲生病没有来，我帮她报个数。我们来关心同学。哎呀，王佳佳，别给我找茬。同学们，现在跟我来练习乒乓球。谁先来？老师，这我厉害，我先来。行，我来发球，你来接。爸，老子杀你！用你这打法。我妈妈说了，打球就要力气大。行。